隔兩年可以試食的美食博覽終於回來了。不過每年美食博覽都人山人海，不想在會場裡面漫無目的地行，但又怕會錯過必買正嘢。我已經搭好路找回來跟大家率先開箱了。收貨啊！嗨，嚟緊啦，嚟緊啦！哇，這個天龍鮑魚食神禮盒重到單手拎不起啊！即刻開來看看有什麼咁重手先。天龙牌招牌鲍鱼不少香港人都识，皆因他们的自设养殖场，由原材料到出品都有专人严格监控，而且鲍鱼款式味道够多，性价比超高啊！这个天龙鲍鱼食神礼盒一套有14罐精选鲍鱼，四头鲍、五头鲍、六头鲍等通通有齐，不用700元就可以带回家，名副其实大件夹底食，买定下个月中秋节煮团圆饭或者送礼一流啊！提起中秋節，又點少得應節必食的月餅呢？流心奶黃和抹茶陳皮紅豆又啱唔啱你口味啊？本地品牌回味推出的流心奶黃月餅和抹茶陳皮紅豆月餅，奶黃月選用頂級鹹蛋黃和天然牛油製成，切開蛋黃餡即刻流曬出嚟，入口蛋味濃，牛油皮夠鬆化。而抹茶陳皮紅豆月，乳製抹茶外皮包住上乘紅小豆蓉和上等陳皮製成的內餡，甘香得嚟，甜而不腻，认真回味啊！虽然呢排咧仲系好热，但唔讲唔知，其实已经立咗秋噶啦。每逢秋天，我都中意去行下山，但喐得多，难免咧骨头啊关节都会有所劳损。好在我有健骨法宝，呢款特强葡萄糖胺及软骨素系加拿大蜂之宝王牌产品之一，结合葡萄糖胺同软骨素双效配方，有助促进关节液形成，修补软骨，强韧关节，舒缓关节不适，改善关节灵活度，俾到你关节一加一嘅双重保护。调查发现，97%受访者认同服用后有效增强关节活动幅度，进而伸展关节，绝对系信心保证。哇，原来已经够钟食晏，唔怪之我肚打晒鼓啦！俾五分钟我，等我订好个 lunch， 再继续同大家食住介绍。日清製粉 Veduna 獨創冷凍超彈牙山意大利麵系列，麵底採用日本國產小麥粉製成，五種不同口味，每款麵條都有不同切割方法，令麵質更彈牙，口感更煙韌，好像我成日吃的濃口白汁煙肉味，香濃忌廉醬加煙肉配闊條麵，每條麵都很掛汁。另一款同樣選用闊條麵的濃口肉醬味，每一口都吃到肉碎和香料，最方便是用微波炉叮四分半至五分钟就吃得，啱晒我呢啲大忙人。你问除咗意粉，仲有冇其他选择？日式拉面又啱唔啱你呢？拉面一族嘅日式拉面由日本师傅主理，就连酱包都系日本原装入口。今年新登场嘅黑蒜豚骨味，浓口猪骨汤底配埋秘制黑蒜油，加多只味富溏心蛋，轻轻松松还原日本滋味。除了拉麵一族，五目拉麵和各款日式拉麵配料一樣有會場限定優惠的。醫飽個肚，但硬係好似爭緊啲嘢咁，係爭緊杯回魂啡啊！UCC 咖啡工匠系列雷學膠囊咖啡在法國烘焙、研磨和包裝。今年新口味超浓烈12度咖啡胶囊，饮落带有少少黑朱古力风味，苦味和甜味平衡得啱啱好。除了咖啡胶囊系列之外，今年 UCC 亦同时推出滴漏咖啡挂耳包，有果香、花香、坚果味选择，总有一款啱你口味。考下大家，知唔知咖啡同边样嘢系 perfect match？ 系牛奶啊！日本九州牛乳品牌 Dairy 每年美食博览都会推出会场限定套装，今年亦不例外，有文青麻质手腕袋套装和入场扫货必备手拉车套装给你选。两个套装入面都有不同味道的牛乳、乳酸饮品和果汁，全部 Made in Japan 的。
講咗咁耐，必買鄭已經擺到成台都係啦，想買就記得去美食博覽帶曬佢哋翻屋企啦！请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个钟仔啊！